大家好，我现在要用这个遥控汽车。我要，因为那个门是关着的，然后呢，然后我要把这个遥控汽车弄到那里。我不会弄手推的，因为，喂，等一下啊，我先把这个。我就用这个，然后呢就这样子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？因为呢这边呢比较简单，然后这边比较很难，因为这个开门的地方呢是这样，然后我一踢，我用一个手指这样子轻轻的弄，然后就会打开。如果呢我用这里呢轻轻的开，很难开，所以我就弄这一边。拜拜拜拜。